开始。慢点儿，别拍着。跑得快一点，大家可以多见一会儿啊。走，走了啊。跑着十八岁的感觉。酒要尽兴的喝，肉大口的吃。来，举杯。衣服穿上就凉了，哦，脑袋里不舒服，都傻了，都是发呆了，每个人都跟上炕了一样，实在撑不住了，这个太重了，这个衣服得有50斤呢，50斤，这个帽子得有20斤，比我都沉，热的脑瓜仁疼，我们已经低血糖了。我吃冰激凌，刚才皇上吃了个冰激凌没给我们，我看了一眼，太残忍了，太残忍了，太冷清了，紫色的冰激凌，我想吃。对啊，你们都把这帮娘娘们都给活着了，一个个都接地气了是吧？气死，你全都傻了，完了。吐槽谁？天气。哦，我觉得这天气特别的好，阳光灿烂。在这样的天气下，我们感到了春日的光辉，而且我觉得我真的长身体，还可以补补钙，非常好。因为海兰从来没有被测谎过，所以我没有穿过这身衣裳，今天是第一次呢。就是又重又热，而且你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凶器呢。你看，今天怎么走路的时候就老打人？你看带着凶器。谢谢海兰姐。不重，一点都不重，你看。不沉，每天感觉扛了个旅行箱一样，铁头神功就这部系列车，每次因为这个头，就很多亲密的动作，比如说我见我皇阿玛，然后拥抱什么的就抱出来了，因为就所有人要隔我1米远，不能我近我的身。这个服装特别厚，什么学姐？是呀。那热吗？热呀。特别庆幸的是，幸好这不是7、8月，这要7、8月，我在这身衣服基本上直接就晕了。但现在好在这是3月多吧？对对对，好。衣服是特别厚。下面的请举队，来来来，没有任何形象。男男女女都有啊，全世界。看见了吗？就是这块。看见了，就是。卡出2个犄角。有点像那个咱们小时候运动会，就一直站在操场上晒太阳。还有什么抱怨的吗，春菊？你看坐的地儿都没有。对呀，好喝的也没有，好吃的没有，还得坐地上，一点娘娘的优雅感觉都没有。千手观音，哎，我们带点什么？千手观音，来，那头。
那皇上这两个月有没有想着臣妾？你猜。臣妾不猜。自然是有的。那皇上这两个月有没有想着臣妾？这你看，这个可以发点来一点。哎呀，她是女汉子，测不来。完了，最近有草莓臣妾啊！你怎么拉我呢？我这样走吗？皇上，今天的别克再长一秒钟，够了。让他装花掉。鼻子整个掉了，好，知道。啊，对，这时候还可以再打，还可以再打。让呢？对，看衣服。
开始。娘娘连着喝起红药，注意保暖，再用生姜和艾条的水泡再切一切。这是什么？你看，你看这颜色，我的妈呀！太热了，第一天来就太真了。这个呢，算什么？